好，同学们，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课程了哈。那一样哈，这个 Internet，那这里有个 Service View 的这个 View Graph，不过这个 Service View 的这件事情会一直跟着我们在这几十周里面哈，所以我就特别没有要讲这件事情哈。那所以你就看上面吧，Infrastructure 它可以 provide services，对不对？因为下层的软体啊、硬体啊，刚刚我们讲到那些 Edge 啊、Core 啊，他们就会承载着上面这些讯号嘛，还有 messages。那这些 message 当然就是为了做某一些 application 专用的。那 web 我们很熟悉嘛，哈，VIP 像打语音电话啊，对不对？寄送 email 啊，还有你玩游戏啊，做电子商务啊，social network 啊，Facebook 这种东西，全部都是因为下层的 infrastructure 存在了，啊，internet 存在了。host 存在了，连接存在了，所以上层我们才可以发展 applications 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它有分层的一个概念，好，这就叫 service view 了哈。那同样的，我们以前过去写软体的时候，比如说你写 C 加加或是 Python 都没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写一般的程式，对不对？可是我们会常常用很多 library 吧，对不对？一些 IO 的 library 啊，档案的 library 啊，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们也会有 network 的 library。所以我们会有 program interface，我们会有 API 这种东西。那我们上层人就做上层的事情，想要呼叫下层的话，就 call API 嘛，API 自己就会帮我们办到网络上你想要他做的事情啊，比如说送一个讯息从你的 program 到远端的另外一个 program。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全部都会再重新教一遍，好吗？好，那我们前面谈过的话，infrastructure 有很多嘛，对不对？水啊、电啊、瓦斯啊都是。那只是我们现在上网络课嘛，所以我们叫的是网络的 infrastructure。那在传统上，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 network infrastructure 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所谓的 bidirectional。OK，所以你传东西过去，你是 sender，对方是 receiver，receiver 其实也可以反作为 sender 送 message 从远方回来，所以这是 bidirectional services。可是其实有很多旧时代的技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 unidirection 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少遇到了哈，比较常遇到像是广播，对吧？你打开收音机听广播的时候，其实就单向嘛，只有广播电台会送讯息给你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像是，如果你看电影的话，会看到一些警匪片，他们拿那个 walkie-talkie，就是对讲机啊，你一定知道，对讲机要按下去之后，你才能够通话，只有你才可以单向的通话。如果你放开的话，啊，别人在按，他才有办法在单向通话，所以这种我们会称之为单向的通话。可是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半双工，就是双方还是可以讲话，但是必须一个一个来。啊，但是真正的所谓的全双工的通话，应该是我丢东西给你的时候，你也可以丢东西给我。啊，我们后面会有几个不同的 network，有不同的，有一些是因为物理属性的关系，有些是因为设计的关系，会有这种双工。全双工、半双工、单向的这些问题。好，那什么是 protocol 呢？我们左边就不看了哈，它讲的是人的事情呢。我们看右边，通常是 machine to machine 的啊，因为就是 device to device 嘛。好，我们传的东西都是一些电子的信号，或是一些无线电波的讯号。那我们刚刚讲过了，所有的讯号的传播 signal 都必须 under 就是 government by protocols，对不对？比如说我无线电波一个过去，一个脉冲。一高一低，那接收人跟传送人都要知道一高一低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一个波嘛，啊，那网络的铜线里面要传，比如说电压、电流或是电的脉冲，一快一慢、一长一短，都要有 protocols 去定义，啊，或者是说 application，我丢一个 message 过去问你说，诶，现在几点几分嘛？啊，你要看懂里面的格式啊，写的是中文啊还是英文啊，对不对？那日期的格式是。比较美式的还是英式的还是欧洲式的啊？日期月份是放前放后面，这些事情一切都要由 protocol 去 govern。所以下面这个定义是这样子说的：protocol 必须 define format，就是所谓的格式嘛。对，我们刚刚讲过嘛，日期的格式就很多种啊，对不对？你要年份放前面、中间、后面，日期放前，这都有不一样的 protocols，对。那再来是 order of message send and receive，然后我们要 introduce 一个字叫做 stateful 哈。Stateful 的意思就是中文就翻译成有状态的嘛，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传输方式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然后反复的这样子，对，所以你有的时候必须有些 protocol 必须要记住说，哎，你刚刚传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做什么样子的反应。啊，你五个风暴之前传了另外一个你的设定，所以我五个风暴之后要记住那个设定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是 protocol 会显得比较复杂，就是它必须有一来一往啊，它不是说你丢一个东西过去，对方回了，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啊。它有一些 stateful 的状态化的东西在描述这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些状态。好，那有收送几个不同的角色存在嘛？好，你其实也可以有很多 receiver 啊，对不对？好，那再来是，所以 among the network entities 是接收跟传送的人哈。And actions taken on message transmission or receipt，它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丢了一个风暴过去之后，那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要等吗？还是我可以过去做，我可以做其他别的事情？那我可以连续丢第二个风暴过去吗？第三个风暴过去吗？还是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对方回应？那对方收到风暴之后，解开看里面的内容啊，就是你想要求一个服务嘛，或者里面有些内容，那我是马上要回应你吗？还是我几秒钟之内要回应你呢？还是我可以完全不回应你呢？还是我应该回跟你说，哎，这是一个 error message，我不提供这个服务，你传错人了。这些事情全部都要写在 protocol 里面，可以吗？全部要写在 protocol 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课本上给的例子很简单呐、啊。有时候人跟人之间会有一些隐形的 protocol，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哈。比如说我们还在教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老师走进教室之后拿起麦克风就跟学生说“同学早”。那总是会有一些学生回答老师早的，这是一个很隐含的一个 protocol，对不对？你说 hi 啊，你就说 hi 嘛。那当然，在真实世界里面，所有的 machine to machine protocol 都要写死，写成文件下来。好，所以课本上给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上面有传递嘛，好，左边是一个 PC 嘛，右边是另外一个 server 嘛，它没有彼此之间的传递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网络上的例子吧。啊，来，比如说我们就 Google。Network protocol，然后我们看 Wikipedia 上面的东西就好了哈。那我们这边就会看到一些network 的 protocols，对不对？好，那 protocol 这个字当然有很多用法，我们一般指的是 communication 的 protocol 嘛。好，那 communication protocol 基本上这里面教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后面的课程里面都会教，好吧，在后面的课程里面都会教。那我们来看我们比较熟悉的 protocol 好了。好，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HTTP 哈，叫 Text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右边哈，这边有一个 protocol 的 suite。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不同的名字，其实每一个就代表一个不同的 protocols。那我们常见，比如说像 TCP 啊，啊这里有嘛哈，UDP 啊，啊这里也有嘛哈，或者像 IP 啊，啊这里有 IP 的 protocol，IPvideo 啊，好等等这些 protocol。右半侧部分大概可能或许有三分之一吧，我们后面都会教了，我们后面都会教。那就要有人来制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以 HTTP 这个 protocol 为例子来说，啊，为例子来说，好，那么你们就看哈，放大来看哈，看这里有写说，HTTP 呢这个 protocol 呢，哈，什么时候的呢？1989年的时候，由 Tim Berners-Lee 在 CERN 哈，这是一个欧洲的这个研究的组织哈，来，你看他是不是写了我们刚刚讲的，他发起了一份草稿。RFC 嘛，我们刚刚不是讲 RFC 吗？Request for Comment 给谁呢？啊，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组织吗？IETF 好，跟另外一个单位了哈。好，那他们就会得到一个编号哈，得到一个编号。来，我们来看那个编号在哪里呢？右边这边有写，有没有？右边这边有写啊，右边这边有写。不过呢，我们就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吧哈。来，我们点进去看。你会看到这是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就是真正的 RFC 的文件啊，所以它非常非常长哦，它可能好几百页啊。那这个好几百页的里面的内容就必须要明确的规定，你一个 browser 啊，就是你像我们就开 browser 嘛，对不对？你一个 browser
跟远方的 web server 在做 communication 之间所有的来龙去脉都要定义在这个 hyper transfer protocol 里面。我们可以放大一点哈，所以你看到这有个 request for comment 的编号是2616，可以吗？是2616。哎，不好意思哦，你们好像没有看到，对不对？啊，那我得再看一次哈。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开了另外一个视窗哈，不是你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视窗哈，所以我得再讲一次啊，不是啊。好，那右边这边就会有这个刚刚讲过的哈，这个是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哈。那你看这边有写，1989年由 Tim Berners-Lee 在欧洲的研究机构提出的，那他会提到 IC 的一个上面，然后是由 ITF 控管的，对不对？然后当时就得到我们就看这一份就好了，2616的这一份。好，2616的这一份，那2616这一份里面呢，这边就写，你看这边有这个 Tim Berners-Lee。那通常我们会认为它是所谓的 Web 之父啊，因为它制定了很多跟 Web 有关系的所谓的 RFC，就是 Network Standard。好，那在1999年的时候提出了所谓的 HTTP 1.1的这个版本啊，这个东西我们以后会教，可是我们这边呢就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目录就好了。好，看一下目录就好了。好，所以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没什么特别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开始。哈，第三章开始的这一小段里面呢，定义了一些什么呢？这个 protocol 有哪一些的 parameters，也就是所谓的参数。你可以看了3.1，这 HTTP 呢有一个版本别。然后呢，下面3.2呢，Uniform Resources Identifier，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你打在网址列上的那个 URL 的所有的定义，看3.2.1写的是它的 syntax。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啊，我们现在看的网址不是都是 HTTPS 斜线冒号斜线斜线，比如 www.google.com，后面比如说带一个 and 问号什么等于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规范，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规范其实就已经写在当年的这个3.2的章节里面了。你的网址就只能符合那样子的规范写。如果不符合那个规范，那就不是一个 valid 的网址，可以吗？然后3.3讲述的是什么？时间跟日期要怎么样定义？它的 format 是什么？对不对？3.4有哪些的字源可以用？那大部分都是英文了。好，那有哪些的？比如说3.7有哪些的 media type 可以用？因为我们看网页里面有传说有纯文字嘛，对不对？有图片嘛，有影音资料嘛。然后有些要压缩的、不解压缩的等等之类的东西都会放在这里面，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你修过 data structure 的话，这里就定义了所有的 data structure 它排列的方式以及它的 type 是 string 啊，还是 integer 啊，是32 bit 还是 16 bit 啊，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边被定义好，所以它有点像是 data structure 的概念哈。那在第四章里面就讲了说，那么在 HTTP 在传递 message 的时候，有哪些的 message type？我不是跟对方要求网页吗？那要求网页有哪几种呢？那要求网页要带一些参数嘛？那参数要放哪里呢？那要求网页有内容吗？那内容可以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样呢？长度是怎么样子呢？就是都会在第四章里面说，对不对？然后第五章跟第六章是一组的哈，它指的是说两造双方在传这个网页的时候，它要有一些 protocol 嘛，对不对？所以一方的人要 request 的网页，另外一方的人要 response 网页回去，那分别就是第五章跟第六章。request 的内容有几条？每一条要写什么？要用什么样的编码？都会写在第五章。那第六章，他在 response 的时候，如果他跟我要内页，我要怎么回？那回的时候，我回的是比如说你要的内页不在，其实这个大家都很常见嘛。你有时候有些网页会不见，对不对？他是会回404 not found，对不对？为什么是404呢？因为这个文件里面就定义了404就是 not found 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后面大概在第十章的地方的时候吧，这里对，会有一连串一开头、二开头、三开头、四开头跟五开头的 response 的 code，那 code 里面就会说，如果对方来一个 request 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回应？
回应的编号是几号，你回应那个编号之后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我们刚刚在课本上提到的action taken， 对不对？在右下角这边，包含你的 format， 你的 order， 对不对 ？send receive， 还有你的 action taken， 在 message transmission 跟 receive 的时候，所以你要巨细靡遗的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设计好，放在 RFC 里面，上缴到 IETF， 让大家去审议。那然后所有的产官学都 OK， 觉得差不多同意了，那它就成为正式 network standard。那你的 OS， 你的软体就按照那样子去设计就可以了，好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啊。好，所以你看我们在定义那个3G、4G、5G 的时候，也都花了很久的时间。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你看、啊、里面都是怎么 data structure 啊，都是回应的一来一往啊。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事情？是因为protocol 的设计呢，那但有硬体的 protocol 的设计嘛，有软体 protocol 的设计嘛，有 application protocol 的设计哈，都不一样。那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顺畅的服务的话，你要想，如果现在要开一家新的公司，然后我对电玩很有兴趣，我想要做电玩的 software application， 那你就要想，在整个电玩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包含，包含说你要写一个application， 你的电玩要设计成 web based 的吗？还是说你要特别安装软体呢？还是你要安装在手机上面呢？对不对？然后如果安装在手机上面的话，它就表示它的网络可能是比较不稳的。那如果断线的，你这个 protocol 要断线了之后，你要能够重连回去吗？那你的 protocol 里面就要设计重连的机制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小游戏，断线了也无妨，那你就不需要设计重连的机制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枪战，比如多人线上对战的枪战，好了，那么你可能需要的 response time 比较快，对吧？你总不能对方开枪了之后，你这边网络慢，然后你没收到，对不对？那你要 response 比较快，那就要考虑说你要用什么 TCP 啊，还是 UDP 啊？这种东西我们之后会讲哈。那如果你还想要大家有线上语音，对不对？那线上语音是说，大家的语音都回到集中的 server 里面，然后再从集中 server 传到你队友身上呢？还是你要你的语音直接从你的电脑借由网络的借接，然后到你的队友身上，就不经过中间的其他 server？ 这些奇怪的事情都是需要设计的，而一般的使用者只会觉得说，他玩这个游戏，第一个是游戏好不好玩，第二个是网络游戏的体验好不好。那网络邮件体验好不好？那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 network 从软体设计到你要几台 server， 你要十一台 server serve 10万个人线上玩游戏，还是提供好多台 server 然后100万人一起线上玩，这个都是有差别的。好，那些 design 的 rationale 我们后面可能都会再教过了哈，那就会有这些差别哈。好，network age。那这 infrastructure 呢？那我们有提了嘛？哈，比较靠近我们的，我们就会叫做 network edge。那 host 我们刚刚提过的 host 就算是其中一种。好，那 host 我们会这边特别把它讲作叫做 client 跟 server 哈。那你们要记住一个特别的准则，这课本上并没有特别提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网络的服务，好，那提供服务的人，那当然就叫做伺服器嘛。那接受服务的人，通常叫做 client。那通常而言，一个 network communication 要起来的时候，都是 client 先发起的。好，你们要记住这个一般的定义哦。client 当然就是去开你的，比如说你要去 Google 的 server 上拿网页，对不对？你就是打开你的浏览器，打上 Google 的网址，按了 Enter。所以我们会说是 client initiate 这个 communication 的，然后 server 会 serve 这个 communication。那你看嘛，server 虽然在远方，对不对？但是他对这个管理 server 人就在近端呢、啊，就在他手边呢、啊，所以我们都算是在 network 的 edge。不要混用，不要误，不要误，呃，不要误会这个字了。network edge 跟第三个那个 network core 的意思是说，network edge 是在网络的边缘，所以一般的 client 跟 server 都在网络的边缘，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手可以碰到的地方。刚刚讲的那个 ISP 们。还有 ISP 们，他们往往相连，那是他们的事情，对不对？那个叫做 network core，所以
interconnected routers, network networks 那叫 network core。所以 network core 我们讲的是比较是讲这个右边这个右边的这个半部，那其他的在自己的 network 里面的东西哈搭上去的，这叫 network edge， 好吗 ？network edge， 好，那 server 不在 core 里面哦，一般提供服务的 server 还算是在 network 的 edge 上面。好，那我们刚刚有谈过了嘛？那这连上的这一小段啊，有时候我们就称之为 access 的 network， 好，你要搭上去嘛，好，所以叫 access network。那通常而言，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是签有线的网路吧，对不对？学校也是用光纤连到教育部啊，你们家也是用 cable， 用 cable 跟这个电话线、哦、都可以连上。但是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思维啦，以现在来说的话，有很多人的 access network， 就是最后一里路的这个搭上的这个桥梁的这个，有渐渐的有开始有人使用是 wireless 的了，哦、是 wireless 的、哦、那所以不管这个 media 是 wire 或 wireless 都可以、哦我们今天我们时间还算有，我们讲一个故事好了。我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是念建中的，我们我念高中的时候是2000年之前，所以那个是1999几年代的时候，我们学校啊，就建中啊，它在南海路上嘛，它对面是南海学院嘛，对不对？然后是这个 国立的一个单位嘛。那因为当时新建网络还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不过那时候建中就已经有了。啊，建通网络怎么连外的呢？在我们学校最高的那个红楼上面有一根红外线的发射塔，它就打红外线到对面的南海学院里面，然后才去到教育部。所以只要那个时候天气不好下雨的时候，建通里面网络就会断掉，因为它的最后那个最后一里路的这根 SS network 就不通了，因为下雨的时候干扰比较大，因为那时候技术都很比较不好。那但是现在不会了啦，现在有我们有 4G 5G 的网络，有这个光纤都已经这个 infrastructure 都已经很好了。好，那这个是这一页哈，来，好，那当然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连接上去嘛，有线无线我们刚刚讲了哈，那左边这三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哈，就是你在家户里面啊，你在学校啊，公司行号里面啊，你在外面用你的手机连上这个屋顶的天线的那个 4G 5G 的基地台，都算是 SS Node 都没关系。好，都是 SS network。那这边 introduce 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观念是这个，就是说在你的 network 之下，你不是要往往相连别人吗？所以你一定有这个你的 network 里面的最后一个人要连接到这个所谓往往相连的人。我们这个人呢，因为他也是一个 router， 可是我们会叫 edge router， 就是最边缘的这个 router 的。因为离开这个 router 之后，它就要进入到往往相连的那个世界里面去了，好，所以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叫 edge router， 好，不过这个名字把它记起来就好了。好，那我们就会在这个 share 这个最后一里路的这个地方会问一些问题，好，包含的是说我要选择什么样子的通讯技术连上这个最后一里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那不同的技术，因为它有不同的物理限制，它的 bit per second， 我们刚刚讲过嘛，它的传输的速率可能会不同，有些高，有些低。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种什么好几十年前的什么红外线的网络，那都非常慢，几 Kbps 而已。好，那 share 跟 dedicate 这件事情，我们在后面大大的提到。所以我们就要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了，叫做 DSL。 好， DSL 它是 stands for Digital Subscriber 的 Line，就是 DSL， 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SS Network 其中一种。那你当然会常听到嘛，我们就是我们家用的是中华电信的 ADSL 服务。好，那这就有不同一样，前面可以挂不同的字，有 A 啊，有 V。 A 指的是非对称的 asymmetry， 好，是 asymmetry， 非对称的意思。好，那为什么是非对称呢？我们就来想了，SS network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它必须完成最后一里路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提过了，在家户里面你不可能说好，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好了，我现在有个新的技术用某一种线路传，可是你发现台湾的家户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线路，那你就非常麻烦，你得在台湾有多少家户，好几百万家户里面铺设线路到你家里面呢。所以大家要知道电话啊，
还有电缆这些技术啊，是电话这个技术是比网络还要再早的嘛，对吧？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古代什么清朝末年的戏剧，民国初年的戏剧里面，他那时候大家已经在打电话了嘛，对不对？然后随着台湾岛哈，台湾这个岛的建设，那包含了日本时代有在做一些建设，然后还有我们后面啊，就中华电信的时代，电话线是非常普及的。所以你要想想看，你能够到你家里面的东西有什么？一个就是电话线，再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大量的核准的第四台业者，所以第四台的线 somehow，你现在只要买房子里面，这两个线是直接预埋在墙壁里面的啦，然后直接。那个路线是这样子，我讲遍给你听哈。我们讲电话线哈，电话线的线是这样子，在你建设的时候直接预埋在你们家里的电家里面。那通常你在你的客厅啊，还有主卧室里面会有出口，对不对？电话线的出口嘛哈。那电话线的出口是走墙壁里面，他们会走到离你们家大门旁边的那个有两个电箱，一个是强电箱，一个是弱电箱。在弱电箱里面就会集中你们家的两三条电话线到那个集中的位置。然后，因为你们家的你们公寓里面是一层里面好几户嘛，对不对？所以在楼梯口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弱电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 Google 电信箱这个东西哈，好。那在你们墙壁就墙壁，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哈。那但你们家门口比较常见的是这一种，就是你们家会有一个弱电箱盒，应该在你们家的大门附近，哦，大门附近会有这个。那你打开之后，里面可能就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诶，这个是社区型的哈，家里的比较小了，家里通常就这个样子了，就是它会把你们家的第四台的线还有那个网路对不起。第四台的线，还有这个电话线，集中到这个弱电箱里面，因为它在大门，所以它就在墙壁的另外一面再开个洞，把你们这一层用户的所有的东西集中在社区型的，比较像是像这样子吧。啊，社区型的比较像这样子，那一层有五户，那假设五户里面每个人两根电话线好了，那就有10根，对不对？集中在这里，然后他们通常会走电梯井下去到地下室，那地下室就会长得像这个样子。所以你一层，比如大楼里面，假设随便讲好了，有50户好了，那每户有两根的话，那两条电话线的话，那就有100根，对不对？这里就会有100个洞，每一个洞就是 dedicate 是某一家某一户的某一根电话线，然后直通到你们家的墙壁里面去，可以哈？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路边。那通常这种在大楼地下室的这个维修厂，那讲一个很妙的故事哈，那个维修的旁边呢，通常都会有一张纸。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地下室看啊。如果你找得到你家地下室的这个电信箱在哪里的话，那些水电师傅，就是那些电信的师傅很厉害哦，他们会在上面做一些奇妙的标记。那些奇妙的标记会跟你说哪一个洞是哪一层楼、哪一户、哪一家的哪一，你家如果两根的话，还有两根嘛，对不对？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那些水电师傅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些东西就会经过，因为已经在地下室了，所以 supposedly 都是在那个地下室往下水道那个方向去哈。然后到哪里呢？到路边，就是这个，就是你们常常在路边看到的这一个。那这个就更夸张了，这个里面长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电信箱啊，如果它旁边有10个社区，然后每个社区里面有1000条线的话，哈，假设了1000条线的话，那这个电信箱里面就会有10000根线。在这里面，可以吗？是非常可怕的，就真的是一根线是一根线的。好，那现在当然，有些会美化了，会做好一点，会像这个样子。好，下面那个蓝色那个字下面就会写说，这个线路是中华电信的资产。好，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哦，就是以前的中华电信是国有的嘛，对不对？但是中华电信后来就是变成才民间法人之后，他们就花了很大的钱，缴钱给政府，把这些线路，就是最后一里路的这个线路，全部都买走了哈。所以这现在都是中华电信的资产哈。好，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好，那电话线就来了，对不对？那中间我们就不管了。所以实际上呢，这一条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电话线。
对啊，现在的样子我们待会再给你看，就是风来，好，是风来，对不对？那右半侧我们等下再讲，我们先讲进你家里哈。进你家里，你从墙壁出来之后呢，如果你想要用 DSL 这个服务的话，那你就打电话给中央电信那个中央电信的维修员哈，那些维修的人会来帮你施工，他会带什么呢？他会带两个盒子来，一个是这个 modem，就是所谓的数据机啦。你们应该没有这么不了解这些事情吧？数据机。那数据机呢，就是一个黑色的盒子。通常我们有个那个术语哈，它叫小乌龟哈，它叫小乌龟。它在数据机的旁边会有一个 splitter 啊，会有一个 splitter。所以我们来看 phone splitter 长什么样子哈，来。这个 phone splitter 啊，也是有点妙哈，啊，我们来打哈。好，phone splitter 就长这个样子。好，那这张图片很不错哦。那你看右边，它的左边那个啊，那个水晶插头啊，就插在墙壁上。好，所以就是直接接在那个你的最后一里路的那个墙壁上的了哈。然后呢，这个 splitter 里面呢，一定是分两边，一个是 phone，一个是 DSL。那也就是分别是要插你家的电话跟那个中央电信的员工带来的那个 DSL 的那个箱子。是这个吧？对，好，这个，对吗？这张图，好，右上角是图，然后直接插在墙壁上。然后分两条线，所以我们叫它叫做 splitter，就分开器。那实际上里面就是铜线把它分开而已。好，那我们来看课本上这个例子，分开之后要怎么做呢？好，来，这 splitter 分开之后呢，所以在这一边一样，这一样是 phone line，所以它就是一般的铜线。好，它就是一般的铜线，那就打电话。好，那打电话呢，大家注意看这个投影片的最下面这一个。通常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哈，电话是这样打的嘛？电话的话筒上面有一个薄膜，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会空气会震动，震动会带动那个薄膜震动。那薄膜后面会有个压电感应的晶片，把讯号变成电的讯号，那是 analog 的。好，来我们注意看哦，这个讯号是 analog，就是所谓的波啦，哦，声波的讯号。那这个声波的讯号呢，在铜线上就可以传递嘛，对不对？传递之后就可以打电话。到笔端之后呢，对方也是，他那边会有个压电效应相反的那个晶片，把在铜线上的波讯号变成振动的讯号，然后在那边呢，它的话筒啊，你话筒那边的薄膜就会振动，然后扰动空气嘛，所以空气振动之后，它的声音又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传统的电话的连接方式，都是 analog 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类比讯号。这个字，中文可能多半还是要稍微记一下，这是类比的讯号，好吗？所以这是类比哈。那我们在这边画一条区隔的线，在这里。对对对。好，那这个数据机做什么事情呢？哦，那刚还没讲完哈。人的声音的讯号，还有耳朵的这个感知能力呢，是2到2K赫兹之间，这是耳朵的物理性质哈，物理化学性质哈，2到2K。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波可以叠加嘛，在铜线上的波是讯号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它就在这个铜线上区分出了课本上下面写的这三种不同的频率的信号。最后这一个0到4K赫兹，我刚刚不是说吗？人讲话声音是2到2K赫兹嘛，好，再切一刀，在4K 以下这边地方就传 voice 的波，好，没问题吧？所以就是上面你看到图那个绿色，目前绿色的这一条，好，可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是 digitalized 的世界，的世界嘛，数位的世界嘛，数位世界里面要传什么讯号？要传 digital 的讯号，digital 讯号是，如果我们画的话，应该是方波嘛，哈。比如说，就是10101这样子。我们在数位世界里面是 digital 的讯号，所以呢，这个数据机的这个 modem 呢，里面就必须要有一个晶片，能够把波的讯号换成 digital 的讯号，就是 analog 跟 digital 的一个转换的晶片，可以吗？它是一个转换的方式哈。所以东西
因为我们外面还是电话线嘛，电话线还是铜线嘛，对不对？然后电话线里面原本就是传播的讯号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只是借用这个波的讯号，把上下的 frequency 切开，声音造传声音。Digital 的信号呢，会在 modem 这边转换成 analog 信讯号。那因为波可以叠加，所以叠加完之后呢，经由这个 splitter 再离开你家到外面去，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波了。但没关系，这个波呢在彼端，啊，彼端叫什么？彼端叫 central office。central office 有一个另外一台机器跟你们家的 modem 非常像，叫做 DSL 的 AM。AM 就是这里有写哈 ，access 的 multiplexer， 它的功用跟数据机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来注意看哦。它会在这边把你的讯号一样把它分开 ，multiplexer 就是也是分开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它也会分开，所以它这边也会分开，应该是这里，不好意思，画错了，它在这边也会分开，这里，所以下面也是 digital 的世界，上面也是 analog 的世界。它怎么样呢？它一样利用那些铜线跟原本打电话的原理，把那个声音的讯号由上面绿色的线带到 telephone network 里面去，那就会有交换机啊、打电话、打台北、高雄那些事情就照旧，一切照旧。然后这个 multiplexer 呢，会把 4K 以上的讯号，经由像数据机那样子的 analog 转 digital 的讯号，把它传过来这边，所以到这边呢又是方波了哈，到这边又是方波了哈，就是1010的这些讯号了，好吗？就是两边都有一个数位转 analog 的机器，可是中间因为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是电话线，电话线以前就是传播的，所以我们就只好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设定，好吗？数据机就是这样子做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好，那我们来看，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好，我们来看右上角哈，我们来看说 ADSL 的 modem 长什么样子哈，说明应该是可以看的哈，来，我们来看 ADSL 的 modem 哈，那既然 ADSL 的 modem 它必须要接电话线，对不对？电话线，好，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应该可能还蛮明显的哈。这是一台 ADS 的 modem，那当然它很复合了哈，但它基本上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现在图面上看到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孔，就是最右边那个白色的孔，它的下面的英文字写的就是 DSL，也就是说呢。你们家的电话线到了墙壁出来之后啊，接了刚刚那个 splitter 嘛，对不对？那个 splitter 那有一端是接在电话上嘛，那就接你原本家里的电话哈。那有一端接出来的线，你必须拿一根电话线接在白色的这个孔上。所以大于4K赫兹的 analog 讯号才会从这一条电话线传到白色的孔里面，进到 ADSL modem 里面。好，那进到 ADSL modem 里面之后，里面就会有 analog 跟 digital 的转换晶片，那转换晶片换完成变成 digital 的讯号0101之后呢，它就会从黄色的那个孔出来。那黄色的那个孔呢，你就可以接你家的 PC 啊、notebook 之类的。那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谈，可以吗？这是 ADSL 的 modem，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好，那为什么是 asynchronous？所以你注意看下面这个描述哈，下面这个描述你注意看哦。下半部我刚刚不是讲吗？小于 4K 的讯号是赫兹的讯号是传 voice 的。那以上还有多少呢？以上是从 4K 赫兹到 50K 赫兹，它切成一个 band 叫做频段，因为 band 就是段嘛，频率的段哈。那另外一个是 50K 赫兹到 100M 赫兹是另外一个段。那我们就做简单的数学就好了哈。所以这里有一个大约是45K 赫兹的频段。那上面1M赫兹，1M 就是1000K 嘛，这技概学过了哈，我不跟你讲，所以1000减掉50就是有950K赫兹。好，那意思是说呢，voice 就不要理它了。那 4K 以上的可以用的这个频段呢，我们说波是可以叠合的嘛，对不对？它切成两个大的频段，它写的是上面这个是比较大的频段呢，它用作 high speed downstream 的 channel，也就是高速的下载的一个频道，
另外一个是中速 （medium speed） 的 upstream，就是上传的频道。因为在网际网络开发的早期，在 ADSL 的那个时代，我们会认为说下传的速率比较重要，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去网络上拿影片下来、拿档案下来看 YouTube，而不是像现代哈，现代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需要的上传频宽也比较大，因为你可以上传图片、上传档案、上传 Dropbox、上传像我现在家里就是上传我的这个 live streaming 的影片，因为当时上传跟下载的需求差蛮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 asymmetry 的，就是非对称的设计。好，这频段明显差很多嘛。好，当然它后面有些物理的事情啊，它会对应到不同的这个 bit per second。那我们就叫做这种叫做 ADSL，一根电话线从路口进你们家地下室、电梯井、楼梯间、墙壁出来，splitter，然后语音轨给 phone，非语音的部分4K 以上不能进 DSL modem，这一整段就是 DSL 在你们这边做的事情。在 Central Office 这个名字还是要记得哈，因为这是专有字眼了哈。在 Central Office 一样，那边有一个 splitter，那语音的那边就去走传统的语音电话网路，那这边 multiplexer 还是会把资料的讯号拆成零一零一，然后开始看我们刚刚讲了，后面有很多 router 嘛，对不对？要做 routing 嘛，要往往相连，要传去哪里嘛，那就去做那边的事情，好吗？然后记住，中间这根绿色线是同时有传语音，也同时有传资料，因为波是可以叠合的，在铜线上面。好，那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赶快去看哦。那我们都常常说，那我们要买服务嘛，对不对？DSL 跟谁买啊？那我们就当然是以中华电信为例子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种中华电信，所以你去中华电信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有吗？宽频上网，好，我们就来看吧，哈，这个，这里嘛，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二个就是 ADSL，所以我们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 ADSL 的广告页面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它的钱呢？这个牌价哈。来，这里上面这不是写了 HiNet 的 ADSL 吗？你注意看哦，它写的这个速度，因为我们说刚刚上传下来是不对称的嘛，所以这边就会写的是一个不对称的数字，5M 348K 就是下传5M 上传348，然后2M 64K，然后你就突然讲很奇怪，DSL 不是台湾主要的主流的上网方式吗？怎么这个数字这么小啊？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什么动辄什么100 M、200 M 的那个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速率好低哦，对，没有错。课本上教的 DSL、ADSL 就是最传统的 ADSL。那在中华电信上面的网页看到 DSL，也就是最传统的 DSL。可是我们现在在广告上看到的东西，基本上已经不是传统的 DSL 了，它是一个混合光世代的东西。可是你就想说，对啊，我看到的好像是这种啊，100 M、40 M、6 M、20 M。300 100 M 这种，我好像看到这个，可是这不就牵涉到有光纤的吗？可是我家里面又没有光纤，来施工的时候我还是给他电话线呐、啊，那这跟光纤有什么关系呢？好，所以我们赶快来解释一下哈。好，在现代的，我说比较现代啊，我就换了一个颜色哈，在比较现代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不是讲吗？那一整条路是你们家墙壁、楼梯间、电梯、地下室到路口的电信箱嘛？这个最后一里路是电话线，然后到电信箱之后，他们就会拉比较长了哈，到区域的这个 Central Office。那文山区就在过桥那边嘛，在过桥那边木星路上有一家中华电信嘛，哈，那这都是纯电话线没有错的哈。但是他们后来就发现呢。在中间这个所谓的电信箱的地方啊，好，这边写个信哈。那老实说，我这一段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传统的电话线呢？因为那个东西我刚刚讲，那东西都已经被中华电信买走嘛，对不对？虽然说到你家里面，然后就这个绿色的这一段，因为我动不了你家的装潢啊，
我没办法进去你们家的大楼啊。然后到入口电信箱，那后面东西都在下水道里面，可能都已经铺好了。可是至少从电信箱之后到 Central Office 那段东西，起码是中央电信可以掌控的吧？如果他不进你家的话，所以有很多时候，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传统的同轴线、同线的电信箱了，而已经改变成，好，我写紫色哈，我都换不同颜色，叫做光化箱的。光化箱里面就有光电转换的机制，它一手吃着铜线你传进来的绿色的讯号是 analog 的哦，另外一手用光纤的方式把它传回去 central office，也就是说那一段就不会受限于铜线它本身的物理限制或是传递的速度之类的，所以在那边的 bit per second 就是传输的速率可以大幅的提升。那可是你也想说奇怪。那为什么只是光换后面那一段就可以提升家里的速度？你看刚刚那个速度差很多嘛，对不对？好像几 M 嘛，可是这里是几百 M 嘛，对不对？因为现在的modern 的技术，还有光化箱的或是那个电信箱的技术比较发达了，所以我们大致上在铜线上传到大概50、60 M 都还是没有问题的。那如可是你家如果是很旧的。然后你家可能在巷子比较远，那你家离这个电信箱入口电信箱比较远的话，很有可能你申请到的 ADSL 最多可能到40 M 之类的，它再高可能就不行了。可是如果你家是很新式的大楼，里面线路都很新，也没有受潮，然后你家离入口很近，离这个电信箱很近，你很有可能那单一条线可以传到100 M 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通常我们现在会采取另外一个策略，哈，我们赶快看一下另外一个策略，叫做 VDSL。那我们来看 VDSL 也是 DSL 家族的一个成员，可是它叫 VDSL，可是这个 V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屁股后面有没有办法有一些，哎，这个很好，在很多所谓比较新式的 VDSL 的 modem 里面。它的右边那个白色的洞有两个，也就是说你可以插两根电话线的意思，对吗？你想吗？如果一根电话线在一个 average 的服务水准里面，它大概可以提供到60 Mbps 到100 Mbps 的话，那两根电话线那大概就是200多 Mbps 嘛。它如果对你申请100 M 的网络来说是绰绰有余的，而一般的家户里面应该都不止一根电话线而已。就当初在盖好装潢之前，埋设管线之前，你们家里面应该有两根以上的电话线才对到地下室里面。所以现在的 VDSL 就会偷用这个特性，它插两根电话线，就相当于两根绿色的线，然后大家就一起 support 这个 100 Mbps 的这个流量，好吗？这个是新式的啊，课本上没有教哈，但是你应该要知道。那你在家里如果可以申请到100 M、200 M 的话，那表示你们家那两根电话线品质非常好，起码可以到入口。那入口之后就是光化箱，可能就是光世代的事情了。好，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就是说，你们家可不可以装光世代呢？好，通常这边会有一个网络啊，这边有个查询哈。那右边这个查询就你有给电话号码嘛，或是你们家的地址在这里。他会去查说，离你们家这栋 building 最近的入口的光化箱有没有已经建制好了？他们都是偷偷在做的啦，哈，他们都不，这跟你们家无关嘛，哈。如果已经做好了，那他们可能就说，哦，你可以接光丝带，那他们带 VDSL 的 modem 去你家接两根线，那可以充到200、300，看你家线路好不好，品质好不好。好吗？但是如果更厉害一点的话，我们最后再讲一个。如果更厉害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新式的 building，或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智慧宅、光世代宅，很有可能你们的新家在建立的时候，墙壁里面除了网路线跟对不起，除了电话线跟第四台的线之外，连光纤的线都已经接好了。
那如果连光纤的线都已经装好的情况之下，那它带的 modem 就会比较特别，这个也是紫色的，然后接到你家的 building，然后从你们家的地下室也是光纤的哦，全部纯光纤哦，然后一直到路口的电信箱都是纯光纤的，然后只有后面直接接digital 的0101的数据。那至于说你们能够做到哪里，那就看你们家在做这个什么智慧宅的时候，光纤是牵到你们家客厅有出口，还是光纤有牵到你们家地下室，还是光纤有牵到你们家的社区的大门那边，那这都有不一样的用字。比如说是 fiber to the home，就到你家，还是 fiber to the building，到你们家的那一栋，还是你只能做 fiber 到你们家的巷口，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哈。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就好了哈。我们的进度礼拜二、礼拜三是一样的，这个就是 ADSL 哈，DSL、VDSL，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光世代。其实光世代在你们家、在我们家、在家里这边还是 DSL 的技术了啊，只是远方有点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那一样哈，要跟各位再讲一遍。下礼拜是中秋节，因为礼拜二的课放假，那我们 synchronous 的关系，礼拜三的同学是放假的。我们下一次见面就是2周后的礼拜三早上在线上，因为我 supposedly 我猜那时候应该还是不能够实体上课的。然后我们10月第一个礼拜处理加签的问题，好吗？那你尽量去website 上面去看那些 announcement，我们都会确保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在 web 上面。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课程了。那我们就先 streaming 就先断线了哈。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请你现在可以问啦，就是现在算课后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就问。那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了。谢谢。我大概再多留一两分钟吧。好。